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，你的老师为什么失踪了？是不是因为你们在课堂上起了争执，你心生不满？你们这些开小灶的同学，思想给我集中了。这道题的题目是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来解答。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，问你们的物理课代表静凯。 安静！吼什么吵？不准起哄！你还笑？出去罚站！老师，你错怪王源了，他没有起哄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那么讲义气，爱出头。 你陪他一起罚站好了，老师，你处罚我们可以，但是要讲道理啊！还顶嘴！你们 out！ 你今天先回去吧。虽然目前你看似和本案无关，但你小心点，别让我找到证据。 扣留了。其实如果说按谁最有嫌疑的话，他们应该找我才对啊，毕竟我才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。那你们昨天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事儿啊？其实，昨天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跟你们讲。什么事？我在那个角落看到三只松鼠，他们对着我像这样，嘘，然后我就笑了。 当时我简直惊呆了。老师失踪的事儿，是不是跟他没有关系啊？哎，等等，这份海报似乎跟昨天的不一样啊。